精神卫生法，我后来去立法院真正推动这个精神卫生法通过，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法案。不但是安尼，我伫做立委的时候，我阁通过职能治疗师法，阁通过社工师法，阁通过心理师法，这拢总是本来精神科内底足重要的次专业，就是讲因伫精神医疗的这个团队内底，因是做社工师、心理师、职能治疗师，这拢会使帮忙患者。但是无法以前，因拢无专业执照，因拢不被承认为专业人员。因为后来我有入去立法院，啊嘛，因为我是精神科医师，我就特别关心这种的法案。其实我去立法院的时候，我发现职能治疗师法草案已经在立法院都长了，无信嘛。啊，刚刚讲立法院都无人。关心就你精神病人的代志，就无人咧甲你关心嘛。哦，一死的病在咧，无未了啊！癌症、艾滋病，哦，还是讲这癌，这重大的代志，心血管疾病啊，这种，大家一粒头都冒咧烧啊！啊，个传染病，哦 ，SARS， 我这大家惊着死啊！哎，突然想到精神病人的需要，所以。我发现讲，哎呀，职能治疗师法十年无信，我就通叫迄个职能治疗师学会的人来讲，哎呀，恁这法案敢无想要信？有啊，我都上十年啊，都你万一拢唔信，我嘛无法度啊。所以我后来就帮忙伊，把这个法案伫这个会议都紧甲通过。通过了，我个社工师、个心理师，这种伫我做一位的人才，拢总完备。所以即卖这部分的人才拢继续做。佫因为有健保了，即、这个精神疾病拢纳入保险，所以即卖治疗拢免家己负担。啊，佫因为评鉴了，即个病医歹个拢淘汰掉，开始即个病医服务个品质拢改善。所以其实即卖台湾个精神医疗个水准，那比三四十年前实在是进步足济，已经对世界个潮流对得到啦，对得到。啊，这嘛是讲，因为我做精神科医师，我感觉足以安慰，就是讲对精神病的人的权益的争取保障，我有尽一份足大的力。啊，搁一项，我感觉嘛足值得提起，就是讲我去日本，我摕着武田奖学金，所以我去日本参观所有日本的精神医疗设施。看日本，伊个精神科医院含伊个精神医疗的水准，但是我学到一个上重要，后来伫台湾我有甲伊实现的，就是我去日本，我印象上深的，就是伊个家属联合会，精神病人上困难的一个问题，就是病人家己无多争取家己的权益啊。伊唔比其他的弱势团体，比如讲我原住民，我会站出来，我还我土地，我工人，我会出来要争取工人的权益。妇女，我要争取妇女的权。精神病人，敢站出来承认讲我是一个精神病人，就足少啊。更何况讲我要争取阮精神病人的权益，无这种力量啦。就变家属足重要，但是咱台湾的家属吼，嘛足不爱红，知影讲啊，我厝内有一个精神病人，所以因感觉，敢若袂输讲厝内若有一个精神病人足见笑，也是惊人知嘛，所以因无可能去组织这个家属的团体，但是人日本的精神病人的家属足有力的，我就是去日本发现讲，因有迄个叫做全家人，就是专日本的。精神病患家属联合会，啊，叫做全家人。因这家属大家出钱，是吧？请一个导演去全世界拍迄落照顾精神病人上好的人的做法到底是安怎？所以拍十二支电影，登来日本的 NHK 电影馆放出来。
一个月放一支哦，就讲比利时哦，这个国家有一个镇叫做 Gill， 这个镇有一半以上的居民处理和精神病人多，不是伊家己的厝内人，我是普通的精神病人，无家可归，也是无人要甲收留。伊只要来到这个小镇，居民拢足热烈欢迎，讲阮厝有房间互你住，好、哦，甚至我请你来做工课。所以，迄个小镇内底，一路火车站加票的是精神病人，一出来在卖花的是精神病人，商店，好、哦，所以，迄就是讲伊规个镇的居民对精神病患的包容和接纳。是百分之百，所以精神病患去到遐，免输活伫家己个一个社区、一个社会内底，得到上界大个一个支持和鼓励。啊，日本人伊当年就是去拍一种电影了，等下 NHK 放互日本国民看，互因知影讲对精神病人咱毋通排斥，因嘛是人，因嘛有感情，因嘛有权利活伫咱即个社会内底。吼、哦，啊，人安怎甲因做福建，人安怎甲因做治疗，还是讲吼、哦、制度上应该安怎处理？所以，迄对日本社会产生足大的一个正面的影响。佮不但安尼，我家属联合起来，我去游说国会，要修改法案也好，要争取预算。诶，所以我迄阵回来台湾的时候，我甲家属讲吼，咱若联合起来，全台湾精神病人的家属嘛，几百万的咧。咱若要走上街头，我今日若讲伫台湾，我一个精神科医生，我带三万个精神病人包围总统府，这嘛是天大地大个代志呢，对不对？所以我是第一个鼓励精神病人的家属，组织家属团体，所以到尾啊，全台湾每一个县市拢有康复之友协会，迄就是精神病人的家属团体，这是我去日本。看，佮佮迄资料起来，啊，我已经鼓励台湾的精神病人家属做这个代志，所以今晚这个伫台湾嘛已经变一个真有力的游说团体。所以，即我要讲的就是讲，做精神科医师，伫我专业除了我家己看患者、治疗患者以外，对这个社会面、对制度面立法，甚至对整个。以他的教育，要安怎鼓励大家来照顾精神病啊？我开始，家己感觉真安慰，就是讲我有尽全力。